时候，我们做从事这个营造的部分，那也就跟师傅就在工地休息，午休的时候小睡了一会，突然就看到这一尊一模一样。我就跟我爸讲说，我刚刚看那一尊好像是乌宅型，然后他的神尊，如果我们远眺望一座山，他比一座山还要大尊，很清楚的法相给你看，就是手持元宝，然后手持一个令牌。一回来我就马上跑到神明厅，我就烧香，我说刚刚是乌宅公来找吗？因为我看到拿元宝，我说是你来找，要找神尊吗？哎，宝辉是，但要去哪里找？好，宝辉在南部。我说是每次去的那一间吗？是，现在去吗？是。我说好，如果现在出发可以请得到，我现在去。那其实为什么会行动力这么高？就是有跟他们有一个承诺，所以如果你办不准，那我们的契约就是就结束。对。那一个当下是想说，只要有碰到一次不准嘛，那你不能骗人啊。我的认定是这样，神不能骗人，只要有不准，那我们的契约就是，我就马上跑去洗澡，洗好澡连晚饭都没吃，找我弟弟，我说走，我们现在往下冲。然后去到台南的这间佛具店，也没有特别的打电话去问，也开到几点。我那时候就想说，反正都不要问，我去只要不准就结束。一到佛具店的门口，够亏啊！然后我就想说啊，凉一半了，心凉一半了。结果车门一打开，地上大概有30尊五财神的神尊，然后都还在初胚刚打好这样子。然后一看到就啊没了，就甘愿就是直接进去问老板这样子。因为那一个我看到的，他就是也没有任何的雕花，我确定他是新的，但是他木头的颜色不是我们一般木头的颜色，他感觉已经摆很久，可是我确定他是新的。刚进到门口，当下乌宅公就来听我弟弟转述的过程，就是跟他讲说，老板还有一尊，就是放在隔壁后面神桌下面。他说还有一尊木宅宫的神尊，他这一尊他想把它留起来，因为他的木头比较靠近主桃的位置这样。然后当他去拿出来的时候，就是老板就说：“我唱 AI 也蛮塞，这一杯啊。”那一拿出来呢，当下其实我有被电到，他木头的颜色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颜色，就是很深。非常深，然后你就感觉他就是旧旧的。那他大概也来指定，对，就是什么时间他要回去回岗武德宫开光。回去开光的这个时间点，也是乌宅公自己来降价，他看的这个时间点，就到武德宫去，就说我们大概就是这个时间点，乌宅公派的时间。主委说，那一天刚好我们庙里分灵的神尊要开光，那你们就一起起来。那大概在开光的前一个月就有降价，就交代那一天我下来。那从开光的当天，乌宅宫开光的当天，晴空万里，然后他看的时间好像是11点要开光。那个当下我想说，把这个工作做好，结果差不多到10点40，突然乌云密布。因为主委有帮我们安排，就是第一尊先开光这样子。接近开光的仪式的时候，突然乌云密布，那全部的神尊，包括武德宫分灵的神尊，开光点很好的时候，就是他开始有迷踪击鼓。对，请到正殿里面的时候，风雨交加。然后大概过了10分钟，会有停，就放晴了。再一次去印证。那大概在北港武德宫，他们这些师兄姐的口中，大家都会去分享这些经验。他说这也叫风雨来潮，大概就是从这些过程去显神威给我们看这样子。在这里比较传奇的另外一个神机，大概就是三清道祖，他指名就是在基隆大联盟。我一开始不信，那去查。我就想，真的有，还真的有神尊要跟人家结缘，然后一样
我就跟王阿哥，对，然后跟曾大哥，我们就三五个就有往基隆冲，反正我就是要找到立功楼住。妙方的师姐其实蛮热心的，一进去她说有，那你要找什么神尊？哦，那我就跟她讲说我们要找三清宝，因为她有来降价指示说她要找她的神尊。他去翻了这些所有神尊的名册，对，他说我们就是没有三清道。我那时候就想说，阿里公婆可以来找，哦，因为那时候我原本就想要走，因为没有嘛，我就想说好没了。那时候是曾大哥，他说那你可以带我们去看一下嘛。后来他就说，不然我带你去看。那我也不知道他库房在哪。在那个当下，我们就进到后殿，他们有把这些神像放在一个库房里面，自己都找，又从库房里面拿一个名册出来，不然我一本给你，那一本我自己找，就翻，然后看，没啊，就没有看到元始天尊、道德天尊跟灵宝天尊，就是没有看到。那个当下，因为我有的时间有点久，我听曾大哥描述，曾明来降价。好像是中泰元帅来，师姐在他旁边，他就跟他讲说，不是在你这间库房，在这间库房的后面还有一间小库房，右下角那个箱子里面。后来师姐其实他有点震撼到了，他想说你们都没来过，你怎么知道我后面还有库房？那时候他就开门一进去，我看到全部都是白色整理箱，然后每一尊神尊都是已经退神了，每一尊都是用报纸再包起来。所以他整理箱整理的蛮干净蛮整齐的，就一箱叠一箱这样，也差不多快一面墙了，然后就这样找也没有。然后后来曾大哥他不死心，他说那他只是在那里，那你给我找一下，我来搬，因为上面的好几箱要搬下，他说我来搬，然后你让我开一箱两箱他讲的位置，那如果真的没有，我再帮你包好再搬回去。后来师姐是勉强就答应，她就跟你公婆啊，因为外面也没有。那其实那个当下我蛮尴尬，他们就拆两箱这样。然后第一箱我在关注他讲的那个最右下角一打开，这边大家开第二尊或是第三尊的时候，突然八哥说：“哎，这个是吗？因为没有编号也没有名字。”那师姐突然就说：“啊，这三星道主。”我有印象，师姐就说有三尊，因为当初是他收进来这里面的。第一尊是找这个到那个元始天尊，就是他的法相做那个仙鹤。那个当下他就准我们把这三尊找齐，那刚好就是在右下角的这不同的箱子里面，然后就把三尊找齐，就这样。在第一年就是来到山上，我们就去跟内政部登记社团法人，他现在看到他主殿的位置，一开始就是买到这一间小间的这个过程，那当然大家就想怎么去把它建筑，就是到现在都还是保卫，就是他不愿意把钱花在这个地方。其实在祭祀的这一条路上，应该是说这个祭祀大业，其实我们就是透由这个过程，然后去把善一直做一个传递，所以也就是让我从抗拒到接受到投入。那原来他真正祭祀的目的，就是透由神明来帮助我们每一个人，那有更好的能力之后再去帮助更多需要帮助的人。所以就是说从慈济的这个去做这些关怀的这个过程，就从第一年的五户到今年第七年，现在这个过程大概我们每半个月就照顾大概80户。也非常感谢大家来自四面八方的这些善的循环，然后就是他所谓的祭祀，大概就是以台湾玉皇山观音寺为一个据点，
我们把未来他要盖庙的这个过程，我们去把它转换成一个寺庙综合大楼，就是把慈善的这个融入在这个大楼里面，最后再把就是神明的主殿盖在最高上面。那每一层楼大概就是以慈济会为一个出发点，另外可能在教育的部分，如果场地允许、规划允许，当然也会把教育的部分规划在综合大楼。那另外就是接下来的目标，希望把医疗的部分也加进来，就是做一个社区医疗关怀站。其实神明来的这个过程啊，慢慢从我刚刚讲的抗拒，然后到接受，到投入的这些过程，那不外乎它就是一个济世大业。所以入道的过程就是说，原来它的济世是让我们去做这样子的一个任务。所以来到这边，我也跟五载公跟在台湾佑山观音寺这边的神明，就是说要成就这个大业，他也必须成就来这边跟他结缘的每一个人。OK， 相信看到影片最后这里的各位，应该都有去关注我前几集的影片，分别是北港五德宫以及一颗元宝是如何成为一间庙。那我觉得最特别的就是我跟财神爷的关系有一点像是北港五德宫那样子。那我家呢，刚好也是中药行，所以最近工作量爆表，是因为疫情的关系，大家开始比较注重养生观念。有机会呢，我会再来跟大家介绍中药房的环境，以及这背后的抽屉里面通常都是放什么东西，还有上面这些东西分别是在干什么的。如果你有兴趣的话，欢迎在下面留言告诉我，我会再找一天来跟大家介绍的。那最后呢，如果你喜欢这支影片，喜欢我之前的影片的话，麻烦帮我按个订阅，然后按赞及分享。那我们就下次影片再见啦，大家拜拜。